算了，喂，你看到这条线了吗？肥水不流外人田呀。Sorry， 这不是肥水，是肥皂水。肥皂水就简称肥水，你懂不懂呀？哎呦，我还真的不懂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嘴巴不要张开，不要唧唧歪歪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不要吵不要吵，你可不可以看在我面子上，不要再跟他吵了。你每次都是在帮着他的，你给我记住呀。哦，你看你看，什么态度啊？ 终于等到他们家没有人了。嘿嘿，被我抓到了吧？我要拍下来放上网。哎，你们有相关给你拍啊？啊，做什么？拍拍拍！好啦，你们烦不烦啊？我也不想烦啊，可是这是太过分了。你看，我们去报警。报就报了，我是可以跟警察证明说你的肥皂水流到我家里来。哎呦，你们为了这种小事啊，就要警察局去报警，会不会太严重了？你们应该去社区调解中心啊。啊？什么来的呀？可以吃的吗？ 社区调解中心呢，就是调解向你们做过的小蛇争吵的地方。哦，好啊，走就走，谁怕谁？等一下，那个调解官是男的女的？这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关系呀！如果呢那个调解官是女的，我一定会赢，因为我一脸斯文。<笑>斯文败类，不是人类，好过你，无胆匪类。啊，我听了好累哦，你们大家要不要听我说啊？请。嗯。 调解当天呢，你们会一人做一边，那调解官就会问谁是原告，原告就可以先说。看样子就知道是我了，原告。那莫先生，你先说。啊，我要告他，经常把垃圾往我们家门口倒。你看这些落叶啊。哎，落叶哪里是垃圾？有没有听过这首歌？天天都有落叶，特别是今夜。闭嘴！你以为这是音乐剧哦？哪里有调解官那么凶的？你要让原告先把话说完呢。 好啦，莫先生，你可以继续说。说完了，我需要上一首歌吗？哎，不用。好，那现在蓝洋洋先生，你有什么话要跟原告说吗？我只是帮他装饰一下他家门口而已吗？装饰？你在掩饰吧？你是要报仇，说我弄脏你的鞋子？你也是很过分啊！什么过分？我又不是故意的。如果你愿意向他道歉的话，不就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吗？道歉？不。 你确定人家调解官是这样调解的吗？是啊，电视都是这样演的啊。电视，不懂装懂，把年纪都嫁不出去的老古董。哎，喂，是真的吗？电视会骗人吗？啊啊！你确定要跟我比吗？叔叔，你放心，今天是你的生日。 我不让你输得很难看的。我爱护我的侄儿，我也不会让你输得很难看的。那就开始吧。等等，那赢的人能得到什么？帮对方做一件事情吧。